360度的支撑到，它比一般的颈枕再贴合一点。这个真的是支撑量不错，头不会掉下来。下巴这边支撑的蛮好的，我也有一种往下掉的那种感觉。那你可以调整到想要的紧度，它的材质蛮软蛮舒服的，360度的支撑到，这个真的是支撑量不错，头不会掉下来，度很细的感觉，舒服。下巴这边支撑的蛮好的，我也有一种往下掉的那种感觉。我蛮常在车上睡觉的，之前的颈枕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支撑住，现在整个是有一个支撑住，脖子是还蛮舒服的。靠骨这边比较不会有压迫，这怎样上？这边不会滑下去，不会滑下去。最主要是前面这里可以支撑住，大部分的商品前面是没有办法做支撑。这边应该坐飞机的时候会很舒服。整个包覆感觉上差蛮多，一般的颈枕感觉更紧，它比一般的颈枕再贴合一点。